大家午安，今天突然想配个音，午餐吃的是麦当劳，调好酒的可可布朗尼冰旋风，刚刚很压抑，我爸竟然有甜心卡，粉丝先吃不给。昨天有一个影片，他是说在高雄淹水，然后油车都掉下，只有他的车没有掉。然后就吃成这样了。也是有麦当劳的巧克力可颂，有我不喜欢的肉桂味，但我还是会加购，配上系学会的工作，里面长这个样子，巧克力不多，甜度刚刚好。现在吃咖喱饭了，原本要去一家台式餐厅，但是他等到一个多小时，要排到7:10。对，是炸鸡咖喱，这是雪花牛，然后套餐汤。请问郑雅文吃咖喱会拌着吃还是分开？我都可以，看哪位分开。那你跟我不能当朋友。不要，没睡饱在跟爸妈闹别扭的小红，等一下准备去外婆家了，吃上化妆大挑战。忘记带镜子，只好用超级小补妆镜。化好妆就饿了，早餐吃鲜虾生煎包。到嘉义第一件事是看猫猫。就是安尼，你是你。要甲你落，因为。你要穿一条皮啊？你细汉，你虽然。他故意的。到台南没做啥事，但聚在一起就很开心。逛逛国华街周边。走一走就下雨了，这家白糖果已经来第二次了，真的很好吃。我是倒数第二位客人，好幸运。他们不是都会吃生鱼片？我没有化妆，都只懂哈。好棒！嗯，你是外国人。有好吃不？啊，有好吃不？假如今天房子是1200万，比如怎么说，到时候拍卖剩下800万而已。坐机前要去机场，要去接到菲律宾语言学校一个月的男人，很想讲话，但社恐。接到了，谢谢徐爸徐妈赞我。来自菲律宾的纪念品，好有海边的气息。现在在徐伯宇家，然后刚才整理行李，行李。跟徐家人来新竹吃韩料。好紧张，好紧张，好紧张！看起来好吃，但要矜持。我的口水要流出来了。雨超大的。哎，家人们，出事了！这个闪电。在台北，回家喽，台北。现在在家咖啡厅，然后
就是我准备的蛋糕，刚刚他一直在那边吵，一直说要买其他蛋糕，好险你就多买这个东西。请问你有什么感受？你刚刚一直说要再买一块，谢谢你的惊喜。先要切下第一个蛋糕咯，第一块蛋糕第一切，哦耶、yeah, 看起来很难切哦，用力用力出点力，好用力，好耶、yeah、吃一吃开始玩起店内的游戏机，好胜心超强的书，好胜心超强的情侣，之后有想要做任何的调整，都是麻烦我们帮你处理就好。大家现在开一杯天机。好紧张，好紧张，好，我要打印了，剩十秒。才喝没多少，然后脸就红到跟关公一样，怎么红？